写什么呢？修改与姚罗内合作的合同。和奥诺雷合作？这怎么可能？这刚打完官司，见面还不得打起来吧？我还就怕打不起来呢。这个气球打爆了，气儿不就泄光了吗？可人家要不答应怎么办？再说了，我们就不能长长志气，永远不理这种人啊？我觉得交朋友和做生意是两码事儿。永远不要和能给你带来财富的人置气，置气的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挡自己财路，对吧？我就不信了，离了他地球还不转了？啊，罗磊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设计师，他设计的衣服既好看又好穿，这点你承认吧？嗯。所以啊，在成衣市场上肯定很好卖的。我现在找不到比他更好的设计师。咱们公司想要重振旗鼓，还就得靠这棵大树。可是我听说这个人脾气很狂妄，很难相处的。有才华的人嘛，都是有点怪的。没关系，我想办法对付他，相信我，你厉害。那晚上见。嗯，好的，行，好好，可以啊。其实我本来已经想要开除你了，可是我突然发现你已经开窍了。不得不说，我现在不告诉你我在想什么。哎，好像你已经猜到了。嗯，刚才是你在帮我？是。啊，好。您来这儿找工作是吗？嗯。您是哪儿人？中国温州。我的妈呀，又来了个温州人。其实我本来是不会再考虑温州人的，但是为了您，我破这个例，因为您真的知道我在想什么。您不喜欢温州人，是因为您不了解他。您刚才接受我了，是因为您对我有了一点点了解。哎，行了，不说这个了。请问您有居留许可证吗？有。好，非常好。从今天起，您就是我的助手了。我给你每个月100万里拉，您看怎么样？谢谢。不过这个数目真的好像少了一点。如果我请您为我工作的话，会比这个多很多。您看起来像是位内行啊。是。那么您是？让我有幸认识一下您，美丽的女士。我是弗罗朗制衣公司的法人，周阿宇。周阿宇？你是周阿宇？是。哦，你来这儿干嘛？啊？你跑来这儿直接偷我的设计吗？我现在就给警察打电话。喂，警察局吗？
我是奥诺雷，就是那个时装天才，对，那个设计师。现在在我的工作室里呢，来了一位温州女人，她来剽窃我的设计。您看，我该怎么阻止她啊？我想她今天既然有胆量赶到我这里来，一定是有备而来。我估计，这个人还会点功夫。您知道我是个善良的人哈，我是个好人，我尽量避免使用暴力。好的，谢谢。我住这好多年了，我跟这儿的警察关系非常好，所以你如果聪明的话，就应该知道怎么做。在警察没有赶来之前，你应该立刻从我这儿消失。我现在不能走，要不然您就成了假报警了。我得留下来证明您的清白，顺便跟您谈谈合作的事情。哼，我才不会跟你合作呢。必须要跟我合作。你要强迫我吗？你要强迫我跟您合作吗？您难道不知道意大利是一个自由的法治国家，强迫别人做违背他意愿的事情都会被起诉的。我当然不是强迫你，因为没有人可以征服天才的智慧和才华，天才只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我对您只有尊敬。喂，警察局吗？还是我？对对对，你们到哪儿了？你们还在路上呢？好好好，你们快点。很对不起，我刚才用那样的态度，我只是希望把您从执着的艺术创作状态当中拉回到现实社会中来，回到对您最有利的商业运作中来。对我有利？是割我的肉增您的肥吧？恰恰相反，我会让您亲眼看到我割自己的肉为您增肥。那这么做您会得到什么好处呢？如果我们可以合作，我们的商业利益就会共同成长。等我长大了强壮了，多割一块肉给您也无妨。但是如果我舍不得这样做，我就失去了长大和强壮的机会。时装设计师在意的是艺术创作，而质疑公司老板在意的是市场，因此二者的合作经常会有摩擦和矛盾发生，甚至会不欢而散。罗雷先生，我在您的时装设计室读懂了您的眼神，这并不珍贵，珍贵的是我是读懂您眼神唯一的质疑上。如果您能跟我合作，我会将您设计的精髓原汁原味地传递到市场上去，不仅能为您获得您早就应该获得的商业利益以外，还能让更多的人穿上您的时装，觉得自己增添了魅力，增加了自信，他们会称颂您，会尊重您。据我所知，罗雷先生以前也和一些制衣商合作过，因为他们没有能读懂您，所以合作的都不是很好，导致于只有一小范围的人知道您的才华，甚至都没有走出普拉多，更别提米兰、伦敦、巴黎，这对您来说实在是太不公平了。如果您跟我合作了，有了财富上的支撑，您的服装设计师就可以毫无顾虑地运转下去，您可以专心致志地去施展您的才华，在巴黎、伦敦、米兰这样的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警察局吗？你们到哪儿了？你们已经到门口了。那就在门口等着他，他马上就走。我觉得您还是走吧，别让警察等得太久了。可是我祝您成功的事情还没有办完呢，
这样，只要您来在这份合同上签字，我马上就走。我要是不签呢？您不会的，因为您拥有天才的智慧和敏锐。您打算给我多少钱呀？我可是大牌设计师，我的价码是非常高的。我13岁的时候身无分文来到了意大利，干到现在我都是白手起家，我没有靠任何人。本来我手里的钱就不多，我买了佛罗朗制衣公司，还交纳了非法用工的一些罚款，留下了一些启动资金。坦率地说，我已经没有多少现金了，但是我可以给您期权。佛罗朗制衣公司是我和我的一个合伙人的合资公司，只要您能在合同上签字，您就能得到佛罗朗制衣公司1/5的股份。如果我有幸能跟您合作，我们的公司就有了生存和强大的基础。加上您非凡的才华，我的勤奋努力，我想我们的公司很快就可以壮大起来。到时候，您可以分得公司1/5的利润，而且享有优先权。马罗雷先生，我可以很耐心的等您，但是门口的警察好像等不了我了。哦，罗雷先生，下回您在报警的时候记得是117，不是113。您的眼神真是比鹰还好使啊。要发现您的市场潜力，眼力不好怎么行呢？看来你今天来这儿是正确的。合同留在这里，给我时间考虑一下吧。天才就是天才，手下每一笔都恰到好处，你简直就是在创作一件艺术品，可以这么说。你一年前可不是这么说的，那会儿您说我的设计是垃圾。算了，又不是您一个人说过这话，昨天还有一个制衣商用了同样的词儿。人总是在变的，对吗？认真审视你的设计之后，才发现你很有才华，你的每一件样衣都堪称是艺术品。将这样高水平的设计做成成品时装，你就会获得荣誉和巨大的财富。怎么样，奥诺雷，这件事就交给我吧。已经有人在做了。是吗？谁？周阿宇女士。你疯了吗？把自己交给一个骗子，他会玷污你的创作。他做了什么让你有了这样荒唐的想法？这样下去您只有一个结果，您的才华之火会被熄灭的。相信我，绝不能落到那个女人手里。事实恰恰相反，恰恰相反，懂吗？她是第一个相信我的人，是第一个相信这些设计草图的人。如果真像您所说的，我有才华的火焰，那我得让它燃烧起来，对吧？如果非得加点汽油才能让火焰继续，那我会的。您已经利用过我一次了，对吗？让我出了那么大的洋相，去打了一场
还没开始就已经输掉的战争。听我说，只要你还没有跟他签合同，我们就应该再商量一下我们之间。塞塞尔先生，我还真是有些事情要去做，所以如果你没有其他事情的话，我正要去签一份合同。您迟到了，阿宇。想留给您足够的时间思考。思考合同吗？我早就已经签好了，只要您在上面签上名字，我们就是合作伙伴了。其实有很多人会觉得您太草率了。最近几天，很多制衣商来找我，他们都给我开出了很好的条件。可是我知道，他们看中的只是我这会儿的声誉，能给他们创造巨大的市场价值。事实上，我也非常看重这一点啊。你真正打动我的，不仅是你敢于亲自到我办公室来找我，更重要的是你的信任，你的支持和你的经验，懂吗？我是个孤儿，您知道，我今天能拥有这一切，全靠我自己，所以我会选你，一个跟我有相同创业经历的人，我们两个在一起，一定会成功的。与天才合作是聪明人的选择，我对此充满信心。那就让我们开始愉快的合作旅程吧。嗯，才是饭点来的。阿宇，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我找到黄志雄了。在哪儿？他在法国最偏僻的角落之一，布雷特尼。他在一家修道院里。琪，哎，那这几天就辛苦你了。放心吧，没事儿，有我呢。嗯，但是有两点啊，我还得跟你再强调一下，你别嫌我啰嗦。第一就是你坚决不能雇佣黑工，这是咱俩说好的，对吧？嗯。第二，甭管再忙，质量给我把好关。知道了，你就这么不相信我呀？啰嗦。工作的事儿你就放心吧，倒是你踏踏实实把你的事儿解决好啊。行了行了，不跟你啰嗦了，你赶紧忙去吧。慢点开。知道了。拜拜。拜拜。他在说什么？啊，没什么，说工作上的事儿。哦。
这儿真美，真安静。为什么还是要来？对，为什么还是要来？我也想知道。我从13岁来到欧洲，就是一个人。好不容易等到你来了，又走了，我还是一个人。本来一个人也习惯了。白天忙，一到晚上我心里就空得慌。我总在想，我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女人，应该有一个人能陪在我身边。多希望那个人是你啊！可你总是不在。我总是在找啊找啊，都说人应该学会放下，可我就是放不下你。我不知道我放下了你怎么办，我怎么活。曾经也爱过我，疼过我，我也为了你不顾一切，可我们还是不能在一起。道理我都懂，就是不甘心。这儿的教堂，还有这儿的路，我每天看无数遍，越看心里越踏实。以前在外面的时候就不会有这种感觉。我现在心里平静极了，也不再能感觉到以前的痛苦。我想我属于这里，而你属于外面，两个世界各得其所。这是你想要的答案吗？
小的时候，我认识一位流浪的老人，我叫他卡乔爷爷。他教我懂得了很多道理。今天见到这时，把这些道理又都想起来。想起卡乔爷爷，我总算不用再担心了。因为我知道卡乔爷爷是快乐的，现在的志雄也应该是快乐的。阿宇，你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中国女人。对中国感兴趣吗？当然了。等我回中国，我就带上你。到时候你会发现，中国的大街小巷、万家灯火里，全都是我这样不可思议的中国女人。是吗？可是我只爱你一个。相信一方在促进中欧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方面将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陪同前皮总统访华的有万顺，万顺，快来看电视，快来，阿宇在里头。前皮总统于12月4号是阿宇。国进行为期6天的国事访问。双方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两国元首一致表示，继续共同努力，保持两国。这全国都能看到我们家阿宇了。双边互利合作，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即将举行的第7次中欧领导人会议，将进一步推动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深化。小桥，我不知道往哪个方向走，过小桥是吗？那转弯吗？不用是吧？行，我知道了，马上到了。啊，师傅，过了小桥转弯就行。来，万顺。啊，走到桥头了。哎呀，衣服还没穿呢。来，我看看。要不要烧壶水啊？不用，有水。哎呦，来了！你好。哎，你好。阿丽莎，来叫奶奶。妈，
奶奶好。爸爸，不，可成了吗？妈，这是雷亚。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呀，我的岳父大人呢？哎呀，医生叫你呀。乖，累吧，路上？不累不累，他太重了，我不要紧。外头混得挺不错啊。20年了，20年也没什么。有没有名片给我一张啊？我们俩合伙做生意。啊，法国这小国家，挺不错。他们那儿流血，水开了。